是2022年的2月24日。那今天为止，我们学习单词已经学了6年了，一起学就是类似的，每天学一个啊。那我们今天学一个动词，Excavate, 听一下读音。excavate, exca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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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avate，看到了啊，就是发的时候呢，字母 c 发 k 的音，因为它在 x 后面 k 清辅音浊化成 g，所以呢，excavate, excavate, excavate, 什么意思呢？挖，啊，它要可以是挖掘，也可以是挖空。比如说，我要挖一条隧道出来，把里面东西要挖空，或者呢，说发掘，我本来不知道的，我现在看到了，我把它，通过挖这样的动作把它发掘出来。图片描述说。Archaeologist helping to excavate an ancient site in Greece。首先，这个地方在 Greece，希腊。希腊这些 ancient 的东西特别多啊。那么 ancient 呢，古老的。Site 就是一个点。好，前面第一个单词 archaeologist，看到 ist，scientist，artist。就是肯定是个人，但是他是怎么样的人呢？看看他的样子，猜一下。古董的。哎，古董的，就是考古学家啊，archaeologist。那他在干嘛？Helping to do something，正在帮助做某事啊。那么他在，在希腊的一个古老的那么一个点呢，这个在帮助挖掘这个点的。考古学家，ancient 会拼吗？ancient，a n c i e n t，a n c i e n t 啊。第一说 to uncover something，uncover，你认识 cover 对吧？c o v e 啊，我们把 u n 先拿掉啊，剩下 c o v e 啊，可以做动词，可以做名词，动。哎，对，盖起来。那如果 uncover 就把它揭掉这个盖子的东西。移开这个覆盖物。那么 cover 它本身也可以做名词啊。我们书本的封面就可以用 cover。那这里是个动词，它是就是移开覆盖物，要发现下面的东西啊。那么 to uncover something， 那么怎么样来发现下面的东西呢？By 通过。后面跟着两个，动名词，一个是 digging， 挖 ，digging away 就挖去啊，挖掉，后面一个动词 and 后面 removing， 移除，嗯 ，removing 啊，那么挖去或者移除什么东西呢 ？The earth that covers it，earth 土。就是通过挖掘或者呢移除盖在某东西上面的土来发现它，来挖掘它。那这个 earth， 你除了土，你还会想到什么意思啊？地球。哎，地球啊。地球也是这个 earth， 大的来说就是一个星球。那么小的来说，这个土，那这个土跟我们平时种菜的那个 soil，s。Soil 怎么区分呢 ？Soil 呢，就是种植的土，有肥料的，你要种下去。我们如果种菜，你去买的，就是 soil 啊，种植的土。那么 earth 呢，它要相对于，这不是石块，不是岩石，这是土，这样来理解。They excavated an ancient city， 他们挖。他们怎么样？发掘了一个古老的城市。It is the first site to be excavated in this area. In this area. Excuse me. 你解释呀。就这块地方。这个地区。Excuse me， 我突然喉咙痒痒。对，就这个地区。就这个点，这个点，这个地区被挖掘的第一个挖掘出来的地方。
哎，他要第一个要挖掘的这个点啊，嗯、是这个地区。嗯。第二分 A、B、C。哦。其实意思也都相近的。他说 to dig a large hole in something。嗯。其实就是挖，但是你一听他要挖一个很大很大的洞在某个东西上面。对。我们就用挖掘。挖掘、啊、我说挖个洞种棵树我就挖一下、嗯、我要挖一个游泳池呢我要去挖掘机拿来挖了对吧 yeah, 挖掘、嗯、好吧好 They began excavating the backyard for their new pool、oh, pool 就是水池啊游泳池、嗯、他们呢开始这里有个动词短语啊这个 begin 的原型是 begin 这里是过去是 began begin、嗯、那原型 begin begin doing something 就是 start doing something 开始做某事、嗯、所以我们的 excavating ing 加上去了、嗯、那么他们开始在哪里挖 backyard 在后院挖、嗯、那挖了干什么呢他们的新游泳池啊、嗯，他们开始在后院挖他们的新游泳池了嗯B, to form a whole tunnel, etc. by digging. 它也是通过挖 digging, 挖、嗯、挖什么呢要形成一个 hole, 一个洞、嗯、或者呢 tunnel, 隧道隧道等等、嗯、那是不是都是要挖空的对我洞我要把它里面的东西掏出来啊、嗯、tunnel 隧道我们也要把它挖空、嗯、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翻译成挖空、嗯、或者你就用一个字挖对 excavate a tunnel 挖一个隧道嗯，凿也可以是不是 C to dig out and remove dirt, soil, etc. dig out, 挖出来、嗯、他强调了一个挖出来从里面掏出来、嗯、我觉得这个翻译成挖空更好你看掏出来那个动作啊、嗯、remove, 去除、嗯啊、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土啊、嗯Soil, 我们刚才说起过种东西我们一般都说哎呦这个土壤怎么怎么样、嗯、肯定是有水分的、yeah. 那么相对 soil 来说呢 dirt D-I-R-T 这个土呢基本上是干巴巴的、嗯、你一把抓得起来的这种土、嗯、可能车一开都还有灰 尘我抓一把土我打你就我抓的可能是 the dirt、嗯、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土叫 mud M-U-D, mud,、嗯、就稀里糊涂的淤泥土、嗯啊嗯、还有你还能不能想到土的单词 Dust 灰尘对灰尘呢那是从地面从这个 dirt 它吹出来盛放在空中或者说掉在我们家具上的、嗯、这个我们就叫 dust、嗯、也非常好还有吗刚才的 earth哎 ，earth， 我们刚才学到过，嗯、当然还有 land，、哦、L-A-N-D， land，、嗯、那相对于海洋来说呢，这是嗯落地，嗯啊，当然我也可以说这块地是我的，那也是可以，嗯，哇，这么多，那你还比如说你要学到那个 ground， 就操场那个也是地面，我、嗯啊、可以表达这些 property， property 是地面上的，当然。Property 可以表达房子，也可以表达财产、不动产了、嗯，所以也可以够了够了。那么多单词、嗯，你最主要的把这几个单词所有记住，因为我们要用，嗯、要种东西 ，earth 的地球以及这个土，我们区分得开来，嗯，嗯就可以了。好 ，The excess dirt，excess 呢就是多的、超多的，嗯 ，was carefully。Excavated， 怎么有超多的土呢？被仔细的掏空了。Uh-huh. 哦，可能它还在考古，是吧？对那个土 是需要拿掉才能挖掘到下面的东西。嗯，应该是的。Access， 嗯 ，Anyway， 嗯，我们就这么理解啊。但总的来说呢，就是挖，怎么挖，挖掘。或者说开凿或者说挖空也可以翻译成发掘最后 excavation 嗯嗯就是名词、嗯、动词它
加上了 T-I-O-N 啊，名词的后缀。Yeah. 好嘞。Yeah. 嗯，老公你。Excavate. 听一下它的发音。Excavate. 我确定一下。Excavate. 发音，等我一下啊。Okay. Excavate. E-X-C-E-S-S 啊。嗯。嗯，我是有点不确定。Excess 超过，过多，过分，哎，过多的土，过多的，就高度，过多的，过多的，就本来只要十分，它有十五分，我们要把五分要拿掉，这样的意思。好了。Archaeologists helping to excavate an ancient site in Greece.Archaeologist help. Archaeologist. Archaeologist. Archaeologist helping to excavate an ancient site in Greece. Definition one: to uncover something by digging away and removing the earth that covers it. To uncover something by digging away and removing the earth that covers it. They excavated an ancient city. They excavate an ancient city. 你这个再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单词。Excavate. Excavated. They excavated an ancient city.他们发掘了一座古老的城市啊。It is the first site to be excavated in this area. It is the first site to be excavated in this area. Definition two: to dig a large hole in something. Definition two: to dig a large hole in something. They began excavating the backyard for their new pool. They begin excavating the backyard for their new pool. To form a hole, tunnel, etc. by digging. To form a hole, tunnel, etc. by digging. Excavate a tunnel. Excavate a tunnel. To dig out and remove dirt, soil, etc. To dig out and remove dirt, soil, etc.The excess dirt was carefully excavated. The excess dirt was carefully excavated. Excess. 超多，超过的那个量。Excavation. Excavation. Excavations.Excavations, that's all for today. Okay. So, 今天这个单词，有点拗口。拗口没关系，不用去记了。但是你记住 ，soil 种地的土，我们需要买这种。Earth， 相对于它不是石头，它是土，怎么来解释？还有一个 dirt， 干干巴巴一把。